他们已经跑了。小帅，你带着人继续搜索基地。是。大鹏，到。你们走留下来，清剿武器弹药。是。排长，要不我看把手榴弹都带走，把枪支弹药留给后面的连队吧。要。经理。是。这美国饼干，哎，都拿着，都拿着。这太怪了，去给个停顿分吗？难呐。指导员，你说两条腿就是干不过四个轮子啊？腿都跑折了，又也没捞着车，全跑了。奇怪，太奇怪了。你说他们这么个跑法是不是刚下海啊？小李子，到。你拿着报纸干什么？啊，这是美国鬼子的报纸，我想找找有没有什么情报没有。哦，你听着啊，你现在马上去团部，把咱们连这一路上搜集的情报向团长汇报。并且把我的原话转达，你跟团长说，我觉得目前敌人是故意不抵抗，有计划的撤退。重复一遍，您觉得敌人是故意不抵抗，是有计划的撤退？好，小杨，你拿把汤姆森陪小李子一块儿去。好，指导员，我可以独立完成任务。不行，老杨，记住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们，快去快回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今天的口令是，楼上楼下。电灯电话，去吧。指导员，我真的可以独立完成任务。走。哎，指导。